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梅雪盛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韦宇杰。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任应鹏。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李佳豪。然后下面我们要来玩一个就是折纸的游戏啊，我们看谁能够在就是折的次数最多的情况下还能站在上面。Let's go。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对于我这么身材苗条的我来说，应该是挺容易的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哇，这也太快了！我们可以一只脚吗？经历了激烈的战斗之后，我们最终打成了平手，然后都是旗鼓相当的对手。但其实说实话，有点重，刚刚那一下把我吓惨了。他重吗？他重吗？他其实有一点重啊，他可能有个三四百斤吧。是吗？那个有点夸张。好，今天我们的游戏到这里就先结束了，记得来腾讯视频看我们哦。